影片来记录生活的雨雨之兔。那我们今天要记录怎样的生活呢？今天一样要来开箱啊！今天要来开这一袋超大袋的，想知道这里面是什么的话，就请继续看以下的影片啊！就是再买要剁手系列。未来你好，晚上啦，吃饭了没？还没吃，赶快去吃饭哦！大家好，我是鱼之兔，我用影片来记录生活。如果你今天是新同学，还没有订阅于我的话，赶快点击下方的钮订阅于我，赶快加入鱼兔粉的行列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呢？今天要来做开箱，看这一袋。但是开这一袋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别的好了。当当当。当这是我在虾皮购物网啊买的东西，你看这个盒子，等下我两个拿好了，我手没这么大。这盒子烂成这样子，这东西就是一些这里面的东西是女性用品。OK， 虽然它很便宜80几块，但是 OK 啦，我是觉得这个 OK。但是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在网络上给人家一颗星的差评，你知道他寄过来是怎么样吗？是整个是打开的这样子，四个整个都是打开的这样子，然后这个整个这个盒子都是破破烂烂的，所以真的要慎选好买家。而且我说我要两大两小，结果他都给我四个大的，那如果居然要同样的的话，那我干嘛要买这么？要八多久，所以就算了。但是我真的觉得这家卖家真的超夸张了。这盒子，你好歹的盒子，如果知道这东西是很容易被防撞的话，那么你至少那个防撞的那个机制也要好一点，不是这样包一包一捆就可以了。所以好，我只是要讲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就是网络购物的时候还是要慎选一下买家哦，不要说觉得便宜就买，虽然。我还是买了，对 ，OK， 好，那我们来开这一盒啦。那请出我们的美工刀具先生。它的封口在这，所以我准备开。这个是我第一次购买的，所以这里面的品质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这个是我在这一家每日新奇。看得到哈。那么这是我在逛 FB 的时候旁边的广告，然后跑出来，那时候很吸引我的是什么包包买一送一，所以我就点进去看。那么我后来发现我觉得不是买包包，我是买了它里面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划算。所以两个盒子这样子，那么粘住了，它可能防撞，所以把它粘住了。可是这里有东西，没有。它可能为了防止这个去撞到，所以这边还有弄出两个丢丢这样子吧。那这个是我新买的一个包包，因为我之前的包包被我拉链弄坏，所以我就买一个包包。那因为我朋友他说他要去日本，然后我就请他帮我买个后背包，所以我就没有买后背包的时候就买了一个手提包。那我当初看到这个我就觉得非常有质感，所以我就买了。那么它是可以侧背跟就是这样侧背跟后背，不是后背啦，就是手提跟侧背这样子。那么而且质感不错，而且它还蛮多颜色的。然后我看一下，它是这里它的三大皮件，还有 LINE 的 ID， 那这也是中国制的，对。可是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然后拉起来，它是可以这样手提的。然后
现在为什么手机就只有一片而已，就这样劈的。然后这样子，降杯，然后跟侧杯这样。对，我以为是可以这样子两边这样手提一下。哦，错了。那么里面它就是还蛮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可能看不到里面，它没有嘛，就是两格两层这样子，然后附一个这个。这样手提，然后这样子，然后跟这样子背带背起来这样子 ，OK， 好。那么它有很多颜色，有粉红色啦、深蓝色啦、黑色啦，这个颜色蛮多的。对，那么我觉得，因为我的命中比较缺水，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水蓝色的。OK， 那这是我今天的账单。买了600多块，这个包包是比较就是贵的，是在这个包包，这包包是299，这个包包是299，看一下，对，这个包包是299，那是马卡龙，气质链条侧背包跟斜背包这样子，它是可以侧跟斜的。那么是299，我是买浅蓝色系列，那它在这个卖场算是中型的一个包包，那看起来里面还是可以买，有很多东西的。好啊，好可爱哦，这盒子多可爱，跟刚刚那个卖家差多少啊？那个卖家学习一下，看人家的这个包装多可爱啊。那么这是我买的，就是算是饰品类的。那么它的饰品类，就是有100块的，也有99块的，很多都是100块的，是我还蛮喜欢的。那么这个是那个大家有看到吗？这是戒指，然后这个是夹式的耳环。那么我们拿出我的手 model 来实际来戴戴这个戒指。那这个是欧美 size 的，所以。你要就是慎选一下哈，不要像我上次那个也是欧美 size， 然后你就没有看没注意的话，你就会买太大了。OK， 太小了，完蛋了，包不起来了。好，所以欧美 size 5对我来说，还算是太小了，所以我大概可能要买到6左右。因为我对欧美这个 size 非常的不是很那个熟悉。那我戴这一手是不是感觉很像钻戒啊？我来戴小拇指好了，防一下小人。OK， 好。那么这个是耳环，耳环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因为我头发其实还看不清楚。那么它也是属于比较就是钻钻系列的，我今天购买的都是比较钻钻系列，而且你看这样钻钻系列哦，这样子钻钻系列的，这样一对，好。然后跟这个100块，这个也是100块，便宜吧？因为像我上次买的那个耳一样，也是就是这样子，耳钉就好像不止100块。我看很多的饰品，很多像这样的系列的都不止100块，所以我觉得它100块。而且有很多系列，看得到吗？看得到，好像看不太到。要这么敲脚洞，脚洞要这么敲，好像看不太到。好吧，耳环这部分可能大家都看不太到。我来试这个，这个好像大家会比较看得到。那么我今天的这个，我会放资讯在这边，这没有工商服务的，所以你喜欢你就去购买，你不喜欢就算了。对，OK， 所以我应该戴这只耳朵，你们比较看得到，就这样，大概是这样子。哎，掉了，转转来这边。
错看。那这边大家可能看不到，那这边大家看不到，反正大概就是跟这边的效果是一样的，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我喜欢这种水钻系列的，然后而且价钱上面也不会花太多，可是你这样子一百一百买下来，其实也是蛮多的，对，所以说未来的机会他就是可能会跟我们一起拍影片啊。好，所以要讲的是慎选一下买家，不要像这样子的这么糟糕的一个盒子，至少你要买像这不要这么可爱的一个包装也没关系，你至少是一个包装算是完整的一个人家看起来也比较好看吧，对不对？所以风大，我知道各位在做买家或者是在做那个运送运的是非常的累这样子，但是我们做消费者的，我们也会希望看到是一个完整的包装到我们的手上了，对，所以就是还请各位买家不要再拿这种烂包装给我了，我会直接给差评，因为我很重视的就是你包装至少是要非常的完整，你像你看这包装已经都已经撞伤成这样子了，防护的那个措施非常的糟糕，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明明就是很容易就凹到，然后很不耐撞的东西，那你是不是在防护的措施上面就该好点？像刚刚这个你看它怕防撞，所以它这边还有做这种气泡纸，为了就是不让它去防撞，所以这从这边就会可以看到买家的一个细心跟对客户的一个用心这样子。 OK， 那我今天大概就是要讲，我小心片长得太长。 OK， 好，今天就是大概就讲的这一些，就是开这一些，那么未来我也会带他出去了。好，影片就结束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给我一个大大的喜欢，那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是社群网站，如果你今天是新同学还没有订阅于我，你打算看到完了才要订阅于我的话，没关系，这边头像有我的可以订阅于我，或者是在下方做订阅的钮订阅于我，我推荐给你的影片也不要忘了点击去看哦，那么也还有资讯卡也不要忘了去看，然后或者是跟我投票，然后跟我做个互动哦，那么我是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6:30准时发片哦，那么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FB 的粉丝团跟我的皮克帮，各有不一样的内容哦，那今天就这样哦，我用影片来记录生活，我们来看看我们下次来记录怎样的生活咯，那今天就这样哦，拜拜。